哇，刷中间了，不要啊！我的快乐，这门有人，我难道又要举斧了吗？这么有点像，有点眼熟啊！就这一波好像反着来了。完了，我图腾感觉会炸，兄弟们，这个位置不好，出生点位置不好，不是图腾的位置也不好。很烦，你妈呀！你妈呀！你很会马吗？嗯，你很会跑呀。这种图腾真的没办法，警察局的图腾也比较固定位置，很烦。我完全可以守这个人了，因为这波他们三个人只修了这一台，而且他们没有人往右走的。哎，有一个，这个地方追人太痛苦了，我追这么久。我追的九条鸡啊，他就吃个斧子，或者说就愣跑，一直跑一直跑，这位置我追老远，空个斧就要哭。警察局兔妈也是挺牛逼的。我抓着血祭品，他摸好了，他压根就没出来。你看，这只乌鸦飞回来了，说明他真的可能摸过来了。定心丸吗？真是啊！脚下。妈的，让你定！我今天让你定！
你还定不定啊？你定不定啊？你定不定？你今天还定不定你？你定啊？他在脸上定的，他不是在楼上定的。他在他脸上定的定心丸，他不救，他躲在那儿，他在脸上定的。那是我狐狸到他脸上了。哦哟，可以，这反应，躲得快算。第二次定是因为里面那个人要死了。这把主要是我这图腾位置太不争气了，要不然的话还是想多玩会儿的。和技能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技能炸了，所以我不想玩了。我逮到机会，我就不想玩了。我想快点结束这一把，我的快乐已经没了。当。